顺着这个蜿蜒的山路，大家知道今天要去哪里？这边就是传说中的黄金山城九份，有名的就是矿坑这种东西。九份大家最知道的东西大概就是芋圆，那我本身是很喜欢吃芋圆这个东西啊。外面的天气真的超好的，很开心可以在这样的时间出来。其实九份对我来说是一个有点陌生的地方，我来过这边大概两三次而已。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不夜亭，就是传说中的寂寞公路。我个人非常期待这次的旅行，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知名的景点，我也很希望在一路上可以跟大家多聊聊，但是蜿蜒的山路真的不太好开啊。虽然今天是平日，但是可以看到游客其实人还蛮多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车窗外的蓝天白云。春天快到了，我觉得这样的阳光跟温度是最适合出游的时候。那其实前几天是很冷的寒流，但今天已经回暖了，而且外头其实有一点热，有一种回到夏天的感觉。过了九份老街之后，我们继续往前走，那一路上还是弯弯曲曲的山路，那沿路的车子其实还算蛮多的。很期待等一下到不夜亭的时候到底会是怎样的一个风景。现在眼睛往前看，全都是绿色的景色，我好喜欢这一种，就是没有太多建筑。在路上还有看到